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时昭聚焦。呃，这是朋友们提醒之后留言当中提醒。如果你看到什么，其实可以这么留言喽。呃，朋友说在新乡，其实，在鹤壁了。这个呃，出现了雪月。鹤壁这地方就是朝歌，就是纣王的呃都市。那当初这个妲己的妲己。 这个妲己吃人的时候，妲己真正兴风作浪的时候，在轩辕洞那一夜里出来的时候是雪月。如果你查，我忘了是在，是普是到去吃宴会那天晚上是哪？在这个《封神演义》当中有这样的记载。那雪月本身呢，呃，这是在所有中外的记录当中都是不吉利的啊，非常不吉利。 呃，但这个月亮是人家朋友拍的，这是我们看到的，嗯，在一在，这个人拍的，在新密市鹤壁市从东边升起的雪月，啊、呃，七月二十四号，他定的他打上了时间是晚上八点钟，他出来他公布这个时间呢是接近零时，呃，二十四号晚上十一点五十七分。 啊、呃，那这就是我们讲，这就是出，你让我说就是真正出大事情，应对了应对了赤壁、朝歌的，呃，满地是妖精，满地是麻烦，来警示着人间社会的一切。呃，你可以不相信哈，就像我们说，六月三十号在新乡出现了下雪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在这个七月二十三号。 呃，共产主义渠被崩，共产主义渠慢低，慢漫了，慢了，水滴了，然后淹了渭河，淹了渭河，他是这么说的。那结果在同一天的七年前，啊，七年前，呃，共产主义桥崩，共产主义桥崩塌了，呃，这是这完全都是应对的，而应对呢是鹤壁这件事情，是这次文明的结束。 那这个朋友在在他的视频当中呢，就披露出太多的，就是现在就是现在，在鹤壁新乡的状况非常的悲惨，我会跟大家分享的。呃，朋友们，我在转节目的时候，朋友们觉得有点有点乱，找不着哪儿。你在时超聚焦我们这个 channel 上，就可以引到所有我分分出去的地方，啊，所有你所有节目都可以看到。 所以希望朋友能够订阅，你订阅了，呃，你订阅了，然后那边上我上到哪儿去，你那儿都可以收到，啊、呃，这是我们应对的场面，啊、呃，比较截止到现在比较成功的，就我个人来讲，我个人也觉得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 AI 系统在怎么做啊，在怎么运作。